暴发户皇冠的位置，首先先在这个黄河大桥这里，就是地图的大约中间，这里有一条河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叫做缤纷饼干，大约在这里的位置，对面会有一个有王冠的那个敌人。打败他之后就可以拿到那个爆发户皇冠。好，一来就先放一个大招。每一个人最少都要继承一个范围技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清小兵会比较快。哦，进了 miss。哦，没问题，这里我用一个。用一个羁绊技能。再放一个范围技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拿到这一个爆发户皇冠。可以从敌人获得的金钱增加。好吧，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为止。